快点，想吃点什么？我想喝元气森林。好啊，这个是无糖的，不会长蛀牙。你为什么这么能吃啊？都跟饿了几百年似的。不是一般像我们这种怪物，吃不吃都无所谓的吗？因为我想快点长大，我想试试看人类的食物能不能让我快点长大。那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呢？拯救世界，保护地球。哟，理想这么高尚啊！那你知不知道谁叫司藤啊？什么司藤啊？就随便问问。我听说啊，司藤特别厉害，我想问问你知不知道来着。哦，我听说过。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？厉害，特别厉害，史无前例的厉害。你还真好意思说。看星星陨落，孤孤的抱。